欢迎回来，刚才我们吃了酥到不能再酥的元宝酥啊，是吧？下面我们要做的是蜜三刀。说实话，说起这个经典的美食啊，现在很多零零后们估计都没吃过。我先问我们今天的宝贝，你吃过蜜三刀吗？吃过啊，不容易。哎，妈妈给他买过吗？有啊，经常买。你爱吃，所以说他也就真借受我影响，哎，他也爱吃。那你喜欢吃蜜三刀，宝贝？爱吃。我觉得以前那个年代的人对蜜三刀那个情节深的嘞。我奶奶认为她人生吃的最好吃的甜品那就是蜜三刀。对，这个其实蜜三刀很有年代感。嗯，通常是现在的老人呢比较爱吃啊，吃的也比较多。以前的这个甜品很著名的。对，来，我们现在看看今天要自己做蜜三刀的话，会不会能够帮我们找回那些曾经的好的记忆。当然最主要一点的是一定要跟着老师学，比较简单的能把这个搞定，在这个春节时候就能吃到了，对吧？难不难呢，老师？难呢不能说是很难，也是操作上有一点繁琐，因为今天我们要一个工序要炸制它。炸制，对，蜜三刀是炸出来的，是的，要炸得它红亮啊，然后裹上糖浆，然后才会勾起你的食欲。一咬起来说外面是黏黏的，里面是软软的，对吧？嗯，对。那老师，咱们就开始吧，好不好？现在要干嘛呢？蜜三刀呢也分三个部分，有它的皮儿料，有它的酥料，也有酥。然后呢，然后呢，再就是它的糖浆部分。糖浆，是吧？那咱们就开始吧，老师。我们先来把皮儿料做完啊，面粉。就是普通的面粉都可以，普通的面粉就是我们平常做包子饺子用的面粉就可以，非常就手吧。明白，明白，是的。面粉给它35克，水给它17克，17克。哎，这里有花生油7克，很少一点点。哦，明白。给它倒上，然后给它和成团儿。也就现在就要做一个油皮儿，是吧？对对。好的，但这个皮儿的话，其实基本上用的油就很少了，是吧？就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它本身这个也很薄，一会儿展开，大家就会看到会很薄。明白，它肯定会很薄。那这个用什么油最好吃呢？味道最好？这个植物油，花生油。对，我们要用花生油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就不需要猪大油了。嗯，不需要猪大油的。好。我们给它揉成小团儿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一样要把它放到保鲜袋里边，哎，去醒发一会儿。啊哈。让它等着，等待的期间，我们把我们的酥料给它和成团儿。好。面粉350克。是的，是的。花生油一样有花生油的，35克，35克的比例。哦，花生油来一点儿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水呢，我们最后要这个面团呢要达到它非常柔软的这个状态，是，所以这个水量并不是一定是规定多么死的，这个要自己掌握。对，因为每种面粉的吸水量它是不同的。嗯，我们先放进去一会儿看看感觉一下。好， OK。 现在我们要用到麦芽糖。这麦芽糖是不是也很有时代感？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在街边就有人拿两个棍儿那样缠嘛， 对吧？是，能让我尝尝吗，老师？好呀。今天我不知道，我们也准备两个筷子，好吧？我们记得小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这样缠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就这样子？你看，我以前在那个学校旁边摆过摊儿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就是这种麦芽糖，对不对？特别特别的好，哇，怎么样？对，来，宝宝尝尝看，特别好吃，哇，这是曾经的最甜的味道，是吧？好吃吗，宝宝？好吃，是不是？是吧？非常的甜美。老师，这个麦芽糖要放多少量呢？麦芽糖150克。150克。虽然刚才被你偷吃了，我又补上了。又补了一点，被我们偷吃了一点了吧？好吧，老师，那这时候我们要干嘛？哎，继续，我们要放一点泡打粉。泡打粉呢，1.5克，很少的量，不会影响大家的健康。1.5克。1.5克，一点点。泡打粉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，老师？要这个面团要起发一下，然后在炸制的时候更酥。哦，更让它那个酥口一些啊，对，哎，这个很重要。来吧，老师，这时候我们要干嘛了？我们跟刚才的那个皮儿料一样，我们把它和成团儿，和起来，让它去醒发15分钟。好了，给它和起来。哎，好的。这说话间，老师就给他呢和成了这个面团了。对，老师面团了。大家看一看，大家感觉一下，哎，给它软软的，而且里面呢还散发一种甜甜的味道。摸起来是特别柔软吗，老师？我们给它团成团以后呢，就跟刚才的皮儿料一块儿放到保鲜膜里面去醒发15分钟。哦，那个皮儿就这么一点，然后这里面这个要这么多。对。哇，来吧，就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了。一会儿看看喽。现在
的十五分钟已经过去了、现在面团已经 OK 了，对吧？哎，面团皮也醒好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都醒好了。可究竟要怎么用呢？我也在纳闷这个事儿。哎，我也想看一下了，就是怎么做怎么做，老师，赶快来操作。嗯哼，首先拿出这个小的面团，这是皮儿料，我们得给它擀开，尽量擀成长方形。哦，长方形。对、它放到一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酥料擀得跟这个皮儿尽量大小差不多。我们在这上面给它刷点水，让它好粘合，要是把它们两个合体、要合体，要粘在一起。对，哎，来点水，不用油的，老师。不用油，用水就可以了。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皮儿用来干嘛，这究竟干嘛呢？这是合在一起，合在一起，那可是哎，亲密接触了，是的，合体了，对呀、粘在一起了，肯定是有底，有什么，有面，它应该是有讲究，一会儿看一看好不好？对，给它粘上，粘上了。好了，那现在这个过程呢，我们把它粘在一起了。粘在一起了，我们现在再给它擀一下。把它擀到呢，这个厚薄大约是0.8公分。好了，我们擀完了。好，这就可以了。给它修一下，我们把边角修掉。好。尽量给它就是保持一个长方形，就是工整的长方形，是吧？工整的长方形。好，带着皮儿的，大家看到。OK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切2公分宽的长条。嗯哼。均匀的给它切开。这是第一刀吗？这是老师？这不算是第一刀。不算第一刀。我们均匀给它分开了。我还是纳闷，这第三刀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吧？马上就要来三刀了。嗯哼。典故了啊！来来来，哎，我们再给它切成3公分长的小条，也就是2×3。这个比例差不多是2×3。明白。我们来三刀了啊，就是在这个面皮上，我们给它连着来三刀。在这上面有三刀。对，但是不要切断，一定注意不要切断。为什么呢，老师？1、2、3。就是造型好看，对不对？它的由来就是这样的。明白了。一共切三刀，所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可能这个师傅就想到，既然我给他做这样一个造型，那就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吧。密三刀，对对，三刀好了。Okay, 我们一次把它都这样操作开了。终于明白叫密三刀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它的来由。对呀、这密三刀啊，就是在这儿切三刀。哎，一直大家都纳闷，密三刀什么意思啊？是吧？太棒了。好了，我们切好了。嗯。那下面我们就把糖浆熬一下。好。重要的糖浆。这个糖浆也是麦芽糖吗？对，这里面我已经把麦芽糖倒进去了，防止大嘴在偷吃啊。然后呢，再放上糖。还要再来点白砂糖。对，糖是175克的。也就是说，光用麦芽糖还不行嘞。对，还要放白糖。比例怎么掌握呢，老师？我们的这个麦芽糖里面是230克。230克。啊。白糖175克。175克。需要加水吗？还是要加水？帮助它化、对，这个水呢倒30克，其实就适量一点就行了，不用太多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开中火给它烧开，等一会儿它热了呢，就会冒小泡啊。只要是它沸腾了，开始冒泡了，我们这个糖浆就好用了。哎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要把这个糖熬到彻底是一个流动的液体状，对吧？对。那我想问一下您啊，老师，那我们这个这么早熬汤行吗？我不是应该炸完之后再挂糖吗？我们先把糖浆熬好，给它保温，也不要加热了，就给它保温。保温，然后我们炸，炸出来的那个蜜三刀呢，要趁热放到糖浆里。趁热凉了还不能粘，凉了粘不上，是吧？对对，它才能更好的入味。理解，才能更好的粘附，是吧？这三刀也有这个入味的功能。我理解，其实它就是帮助它成熟。对，没有这三刀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面块，它肯定不好炸，是吧？理解了，理解了。看，我们现在的糖浆已经开始冒小泡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这是最好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让它放到一边。好。等着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炸制了。现在炸的时候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火候是不是很有讲究的啊？下锅的时候是要，肯定是要有讲究的。我们的油温呢，控制在170度，肯定大家不会拿表去试试，是吧？不会去拿表试一试它到底多少度。嗯。一会儿呢，我们用我们的下脚料
我们先搅料，一会儿提前试一下，一块试一下，找一个试水的。对，一会儿看，一会儿它进去以后就开始冒小泡泡，一串串的小泡泡，这个时候温度就可以了，那是正好的。理解，对，理解，理解，理解。现在油温差不多了，我们把米三刀放进去。这个可以直接浸炸。那这个过程我在想，油温那么低的话，它浸炸，它一会儿怎么证明它熟呢？老师啊，一会儿我们主要从色泽上来判断，我们要求它的面皮儿，它的皮料。要金黄，它的那个酥料，也就是说这个厚厚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要红亮。这个大概在几分钟呢？要十多分，十分钟吧。那我们就等等看喽。这算炸好了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大家看一下这个成色。啊，是不是这边红亮，那边金黄，非常诱人呢？有没有食欲？是吧？太有食欲了。太热了，给它放到我们的糖浆里去。这时候趁热放进去的话，那一半的话就是自然就裹上了，对吧？对对。因为现在糖也是热的，因为糖它还是一个相对流动的一个液体状态，对吧？对，还是温的。这不是做好了吗，老师？这就好了，马上可以吃了。真的，这是自己做的米三刀，我怎么也没想过自己在家也能够做出来这一个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就是比较复杂，需要时间，是，对不对？需要时间，那咱们现在还等什么？尝尝吧。这样，我们这款甜甜蜜蜜、满是老味道的米三刀就做好了。一起来回顾一下它的制作方法吧。第一步，制作皮料，在35克面粉中加入17克水和7克花生油，揉制成团，醒发备用。第二步，制作酥料，在350克面粉中加入35克花生油、适量水。150克麦芽糖和1.5克泡打粉揉制成团，和皮料一同醒发15分钟备用。第三步，将皮料和酥料擀成大小相似的长方形，在表面刷少许水，使皮料和酥料粘在一起后，擀成0.8公分厚的饼，切成2×3公分大小的块，在面块表面切3刀备用。第四步，熬制糖浆，在230克麦芽糖中加入175克白砂糖和30克水，中火熬成糖浆。第五步，将切好的蜜三刀入油锅浸炸10分钟，炸至皮料金黄、酥料红亮后出锅，趁热裹糖浆即可。这样，我们这款甜甜蜜蜜、满是老味道的蜜三刀就做好了，一起来尝尝吧。咱们动手吧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动手才过瘾呢。来来来来，尝尝看，尝尝看，更有口感。来来来，宝贝们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哇，你看表面都是蜜糖哎，甜不？甜蜜吧，好甜蜜啊！真的好甜啊！吃到一口的感觉，就能找到以前的那种范儿。这种范儿就一吃的时候，就会让你想到那个年代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。我倒觉得现在我们在吃这些怀旧美食的时候，其实吃的不光是食物本身甜甜的味道，还有就是那个时代人和人之间很淳朴的感情。所以希望你依然不忘初心，就是最好的。最主要我觉得自己年轻了，小时候那味道、一吃到它想到自己年轻时的感觉。对、那我还正年轻哎。还有你啊宝贝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，老朋友们，拜拜。